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，因为我完成了北京第一的项目。它其实是一个很有纪念意义的事情，所以我很感谢 The Box 朝外，让我觉得我对街头艺术的坚持是有价值的。和我的伙伴们一起传递 Love&Peace 的精神。这种自由我相信可以一直在 The Box 朝外这里找到，这是一个 Box with no walls。